是二。现在选择加点吗？把三加成四。是半导体和小白船雇佣者和 number one。 答对了。哇，唐总铲子还是加点？加减吧，加减比较有用。现在加点，来，请摇你的骰子。加点之后现在是二。三变成四，吓死了。也没事，很好。富贵险中求了，别吃个一呀，兄弟，多少钱？哈哈。小何，你上班辛苦了，哎呀，应该的，不错。现在是荷包蛋的回合，也是我们游戏的最后一个回合。荷包蛋这一次是我搞定了。在倒计时之前，掏兜兜已经完成了这次盲盒的挑战，我来看一下是否成功呢。好，是成功的，对不对？来，请选择你的功能卡。我们的蒲总，把一加成二。我们要加点卡。选择加点卡。好，当时我们选择加点卡，因为游戏已经进入尾声，选择铲子已经没什么意义了，所以只能选择加点卡。而且当时的情况是我怎么扔可能都只有大概50%的概率啊，可以获得一个好结果，就是我有一波入账，然后可以盖掉对方的一些格子，然后才有可能达到最好的局面，就是我们可以拿下二三名。倒计时开始。游戏结束。恭喜我们的第一名曹贤冲获得30000芒果币。我们的第二名是荷包蛋，共获得了1.5万芒果币。第三名是我们的唐总，共获得了10000芒果币。第四名是我们的蒲总，获得了0枚芒果币。